想必大家都知道，馕是新疆的传统美食，不仅美味，营养丰富，而且保质期长。在新疆有一句话是说，宁可三日无肉，不可一日无馕。馕在新疆各族人民的饮食结构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。 他们这个家里面就有一口馕坑，大家面前的这些馕是主人们刚刚为大家烤制出来的。吃馕了。而我们的甜玉芒果口味M4酸奶也全新上市，每包添加20克芒果、燕麦、果酱和6克蛋白质，美味超有范。这也是它的新品。下面我们要进行的这项任务就跟馕有关。 大家任意给你的一位亲友打电话，打电话时候要一边吃馕一边喝安慕希，直到对方问出说你在吃东西吗？你的声音怎么这么奇怪这一类话之后，电话就必须停止了。最长的通话时间只有100秒，吃的越多的排名前4的成员可以获得安慕希小黄金。啊，意思是谁吃的最多谁就赢了是吗？是，就不要被发现，要悄悄的吃啊。哎呀，我打给谁呢呀？ 没什么朋友，<笑>这个对象很重要。对，要是找了一个反应特别快的就完蛋。你想一想，这个人很重要。找谁呀？谁开始了？哦，上来就打了。沙哥已经开始打了，这么狠的吗？直接开始了。我是一边吃馕也要一边喝。喂，干嘛呀？嗯。 我现在在外面旅游呢，你在吃东西吧，你在吃东西吧。秒杀，这叫。就输了。对，这样就失败了。<笑>我们俩只是给大家做了个示范啊。是的，大家如果思考好的话，就可以开始了。我找了张大大，那我打了。喂，宝贝，你在干嘛呢？我正在工作，现在跑出来了。 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是想找你闲聊一下。好吃吗？好吃吗？闲聊啥呀？说呀。好吃吗？这馕好啊！这馕好啊！你给我讲个故事吧。你想听童话故事还是别的故事？想听一个关于吃的故事。我想听童话故事，就是很可爱的那种。真认真。 很可爱的故事，对不对？曾经有两只小狮子，它们生活在森林里，然后一只小狮子是橙色的，另外一只小狮子是绿色的。有一天，它们慢慢迁移去了更大的森林里，就发现了很多很多橙色的狮子。绿色小狮子就和其他狮子不一样，它觉得为什么所有的狮子都是橙色的，只有我是绿色的，它就觉得很自卑，和其他狮子不一样。谢谢你，你觉得我怎么样才可以变得最美，然后最出？ 那我觉得你只有把对你威胁最大的女明星让她失业，你就可以变成最美最出彩那个。你觉得谁是对你威胁最大的女明星呢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目前能对你造成威胁最大的人啊，是你自己，是你自己。<笑>还带抖包袱的呢，我要自己把自己消灭掉吗？ 我再忙，才应该是要边打电话边吃东西，然后边打电话边吃东西，然后吃到10个第一名。说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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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完了。你不能再出来，我再出去。啊，我不能再出来，你再。没事，你已经很厉害了。喝点酒了。喝点奶就好了。跟我来啊！哎，小南。咋的？喝刚这点就喝了？喝酒了？啊，你我这还得再过两分钟才开始。过两分钟开始。想吧。想我就直说。啊。嗯。你觉得我这人咋样？
你这人怎么说呢？这人，这人是没得挑啊，那又行。嗯哼。然后头发少，而且是发福。完了，电话挂了吧。说的。哎，谁呀这是？那陈哥。陈哥，陈哥。陈哥。可以去捣乱吗？啥时候的呀？Hello， 南哥。哎 ，Hello。你猜我谁呀？哎呀妈，不是呐。那你猜一下，沙哥在干嘛？吃饭呢，到点了。我没吃饭，我没吃饭。有这个了？你可拉倒吧，那个嚼吧嚼吧，我都吃了。这啥？几点我就吃饭？我没吃饭。你嚼吧嚼吧，不是在吃，嚼吧不是在干嘛呀？沙哥，不能再吃了。哎，你有线呢？啊！妈呀！挂了啊！那我重说行不行？重说啥呀？还是告诉重说。你别吃了，沙哥，我要看你吃了多少。对。哇，那你这等于没吃哎，沙哥。没吃。这感觉吃的太吓人了。来了来了来了。露丝打了，露丝打了。没接的话怎么办？没接的话你就把他拉黑。我爸爸。喂，爸爸。哎，女儿。哎，你在爪子？打大麻将。你打麻将啊？哎。服了。没服。我在录节目今天。哦，好。热吗那边？今天赢了吗？输了吗？热。输了。输。香不香？哎呦。喝点水，别噎着。你爪子哎呦！叔叔你好，我们是露丝的朋友。那个，给你打招呼，你不欢迎一下人家来成都那些啥？啊，好，我知道。你知道这是成都的口音吗？你不是你要欢迎一下他们来成都玩呀？是啊，到成都来，爸爸都给你们安排我们到峨眉去玩几天啊。叔叔，你觉得他在干嘛现在？他不是在录节目吗？他注意力不在我身上，正在吃麻将。那他现在除了录节目这件事情，还在干嘛呢？你猜？他肯定在吃东西，我听到嘴巴啪叽啪叽的，啪叽啪叽的。你这样很容易一会儿就是每个人都在直接问我。你电话拨通的那一瞬间，我就在那里说。周深在吃东西。我要退出。拜拜拜拜。啊，露丝吃了多少？目前领先的是 baby， 吃掉了一整片囊。这个我觉得没无人超越了。来，那下一位谁来？我打给郭艾伦。看更多节目内容，我打给郭艾伦。喂，怎么了？我这恭喜你啊，这不是得了那个总冠军嘛，对吧？别闹了，哥，都800年前的事儿了，多少个月？那我也得跟你说一声呀。哎，你在国内的吗？我在国外的。听出哥哥是谁没？艾伦。我谁呀、啊？我是沙哥，我是沙哥。沙哥，你没录跑男是吧？对，我们在一起。哎，你这是。你啥时候教我打篮球啊？陈哥，我能不能跟你唠唠？我跟我 baby 姐姐唠唠。你是我兄弟吗？你就跟你陈哥说吧，最近那嘴都烫肿了。没有。吃啥呢？吃啥呢？完了。来了。我输了。我的游戏规则是，只要你。让你听出来我在吃东西，我就输了。行了，人不想跟你唠。对，这就是规则。下回教我打篮球呗，我最近投篮可准了。慢点说啊，我先挂了啊。谢谢。好好训练，争取取得好成绩，为你加油啊！好嘞，拜拜。陈哥吃了多少？哎呀，那就我们这边四个了。坤儿已经在打了。哎喂，喂，怎么说？干嘛呢？啊？
你那股票砸了没有？我两只股票都被关进去了。唱首歌听一下呗。唱首歌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唱首歌听一下。我旁边有你最爱的大飞牛。哇！你唱首歌。哇哈！啊，这是我的女朋友吗？女粉丝。你看，大飞牛来了。哈喽哈喽，你好。你好你好。那个吃饭了吗？还没呢还没呢。这到点了。这是开差不多快。还没吃呢，坤儿都吃半天了。饭点了是吧？好激动啊，好。坤儿喜欢吃什么呀平时？他喜欢吃辣的。这朋友长得很好哎，都给他点到这儿了，他都不想说。对，你得让他说。你自己，你为什么在跑男团里面最喜欢的是陈哥呢？帅啊，帅啊！忠实观众，忠实观众，我走了。你这兄弟太好了，你回头推个微信，我回北京见个面啥的。哎，你现在得到了大黑牛的认可，他要请你吃饭哦。哇，太开心了。很激动，唱首歌，快唱，最后十秒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。这哥们说，太好了吧，太配合了。啊，你先到，回去再聚啊。话题，拜拜。这么傻。我感觉我会吃到你明天。吃多少？也是吃了一块。我跟肖刚老师打吧。哎，张老师，咋了？嗯，没事，想起来。这不像你的风格，你不会想我。我现在跟孙在一块，然后你现在吃的东西呢？你现在吃的东西呢？好警觉哦。嗯，谢谢张老师。我跟你说，你们一定录着呢。没想你，再见。旁边周深的笑声。没事没事，你刚才一点都没有给墩墩面子。好，谢谢张老师。哪里？拜拜。不要再吃了。多多多多。一块棒吧。吃了半块。我来了。我打个试试，可能不会接。我估计不会接。因为他一般都是秒回，如果没有秒回我的话，就不在手机边，那应该就是接不到了。不接，再打两个。我想到一个人，不过我今天打出去的电话都不接吧。你打给的是谁？郑恺。哦。哎呦，聪。可以啊。这个时间点，凯哥也不接。但是凯哥贼聪明，就看配不配合了。我现在已经打了两个人了，两个人都没有接我电话。路，路，来路啊，来路啊，打给我，转50块钱打给我。你要不你多尴尬啊，你知道吗？喂，宝贝，你在干嘛啊？我在拍照片。拍什么照片？我在杭州拍风景大片。你跑杭州去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来旅行，和我爸妈，怎么啦？谁啊？虞书欣。哇哦！哇哦！怎么啦？没有，想你了，给你打个电话。你怎么声音这么 man 啊？哎，那个，你什么时候去横店？7月底吧。行，等你过。哎哎，你跟哎我那个昨天。你嘴巴也在吃什么？谁笑得这么疯癫？什么东西？周深，周深。Hello， 周星驰。飞不甜。你在杭州啊？我过两天去杭州。跟我玩呀。好呀好呀。你们已经在录了吗？我们在录着呢。对，你上节目了。我上跑男了。我终于上了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嗯，白露吃了多少？这个游戏有开始过吗？好了，我得罪了这么多人，也该。儿子，啊啊！他给你设的。
你打给谁？郭麒麟。喂，你在干嘛呀？录节目呢吧？录节目呢吧？你在干嘛？就是我们这边在征集一些故事什么的。好，征集故事，我正工作呢。啊，那你怎么接电话？休息啊，这不是刚拍完一条，这会儿跟这儿等着人家那个换机位吗？这么巧吗？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比较，就是那种，有趣的故事？你怎么了？你刮胡子的是怎么着？对，你说一下你有趣的故事吗？我的哪个故事没有趣啊？哎，我想问一个问题，就你的这个铃声是什么时候设的呀？我这一打过去就是被您叫儿子。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这是一个父慈子孝的这么一个铃声，我就觉得一听这个就我心情愉悦。那有没有什么时候可以让你爸爸打个微信电话，一听就是儿子？喂，哎，我，喂。喂，喂，怎么你掉井里了是怎么着？信号这么不好？喂，怎么回事？老说的一头雾水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婶婶，现在你是被绑架了？嗯，你再说一些个很怪异的话，希望我能够理解你现在的主调。好，你要干嘛？怎么了？吃饭呢？吃饭呢？好了，妈妈，谢谢你。直接拜了，好了。我们的朋友都是沦为了工具人。工具人。好，先知道多少？我认识最厉害的。不到一块。恭喜 baby。晨哥、坤儿和周深，你们四位在第一项任务当中可以获得我们的 MC。